起来看看，还是这个家去游乐场。那昨天他说的是我比爸爸开心，但今天他不这么想了，他说我是最开心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上这个句型了，怎么说呢？ I am the happiest of the five， 对吧？数数五个人，他是这五个人里最怎么样的？哎，最开心的。 I am the happiest of the three。 好，那看下一幅图，来 keep going。 那句型还是放在这儿了，我们来看一下，爸爸呀是最高的，来 Dad is the tallest of the six， 六个人里面爸爸最高， Dad is the tallest of the six。 那么句型你用上了吗？好，第三个句子下面交给你了，薇薇不说了哈。我是最快的，来句型 I am 快 quick 或者 fast， 那最快的就是 fastest。 I am the fastest of the 多少，你数一数哈，我是最快的。 I am the fastest，如果人数不过来，不要这个范围也是可以的，没问题，我是最快的。好，那句型结构完全一致，对吧？那么接下来看下一个，说这个小虫子啊还真的是最小的，你看这么多人里面它最小。那我们说 the bug is the smallest， 小虫子是最小的，我们同样用上这个句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OK， 好，看图，昨天说了这两匹马哈，有匹马特别懒，然后他说他是最懒最懒的，他在抱怨，对吧？ Now she is the laziest， 他是最懒的马哈。 OK， she's the laziest。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边，哎，盲人摸象，说这个大象还真是最强壮的。哎，那怎么说呢？ The elephant is the strongest， 大象是最强壮的，同样用上了我们这个句型，对吗？完全可以记住吧。 OK， 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说我呀比你大，是不是？那我呢是最大的，怎么说呢？ I am the biggest， 太棒了孩子们， I am the biggest。你要能做到渐渐的脱离上面的句型结构，一给你中文你就把英文能反映出来，那是最好的状态哈。好，那下面再反映一个，来加油啊孩子们，看图。冬天啊是最冷的，那怎么说呢？冬天叫做 winter， 对吧？ winter is the 冷是 cold， 最冷的 the coldest， 对吧？ winter is the coldest， 冬天最冷，非常好孩子，完全能用上这个句型。好，接下来看它，昨天我们也看到了，说啊我比小狗强壮，昨天说的，那今天说我是最强壮的，那怎么说呢？ I am the strongest， 我是最强壮的，对吧？那句型刚好跟我们上面的一模一样，你能做到那就 perfect。 那接着看这个，他说我最漂亮，那就是女孩最漂亮，她最漂亮，怎么说呢？ 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她是最美的。 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那和我们的句型也完全匹配。那说到这儿了，形容词最高级的句型结构就是主语加 be 动词加形容词的最高级再加范围，对不对？那昨天形容词的比较级的句型是什么呀？哎，主语加 be 动词加形容词的比较级加 than 加谁谁谁，对吧？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智慧笔记本，同样，那么在今天会比昨天多出一些词汇啊。那么薇薇要你掌握的还是这些基本形容词，但是不一样的是，那今天你要既记住它的比较级，也记住它的最高级。那么薇薇来带着大家来念一下哈，来 follow me。 Big bigger the biggest， Small smaller the smallest，
Happy, happier, the happiest. Sad, sadder, the saddest. Beautiful, more beautiful, the most beautiful. Slow, slower, the slowest. Quick, quicker, the quickest. Old, older, the oldest. Young, younger, the youngest. Fat, fatter, the fattest. Thin, thinner, the thinnest. Strong, stronger, the strongest. Weak, weaker, the weakest. Tall, taller, the tallest. Short, shorter, the shortest. Long, longer, the longest. Hot, hotter, the hottest. Cold, colder, the coldest. Nice, nicer, the nicest. Good, better, the best. Beautiful, more beautiful, the most beautiful. Difficult, more difficult, the most difficult. Expensive, more expensive, the most expensive. Easy, easier, the easiest. Bad, worse, the worst. Clean, cleaner, the cleanest. High, higher, the highest. Loud, louder, the loudest. Quiet, quieter, the quietest. 好，那念完这些呢，我们要记住一个句型，就是形容词最高级的句型，主语加 be 动词加形容词的最高级加范围。如果你能记住这些，薇薇安今天就太欣慰了。好，那么来看黑女巫和叽里咕哩，你们就赶紧走吧。OK， 每次都来，但每次都被我们打败。OK， 拜拜，你们快走吧。OK， 好了，那送走了黑女巫和叽里咕哩，我们也要来到我们的智取智慧星环节了。那么我们的黑魔法解除环节需要大家来做什么呢？对了，今天的黑魔法解除，解除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那么同样，如果你需要五到十分钟复习，暂停视频先去复习，回来再完成黑魔法解除，这样才算真正的学会了。那如果你复习完了，把黑魔法解除这道题做完了，同时发现里面还有个别的错误，那你就再复习再做，直到你全对为止。 clear？ 好，你肯定能明白 Vivian 的话，你也一定能做到 Vivian 的要求，这一点我是非常相信大家的哈。好，那么说了这一段，我们马上要进入我们最最最兴奋的环节了。什么环节呀？我们的读书会环节了，对不对？ Vivian 读书会。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顺着昨天的故事继续往下讲。你还记得昨天的故事吗？对了，昨天我们讲了一个奶奶，老奶奶靠种圆白菜为生，和她的两只猫一起生活。但是呢，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到她的头上，她的多一半圆白菜都不见了，她非常苦恼，并且打算采取行动。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可爱的 Elsie 奶奶她怎么样采取行动呢？来，我们一起去看看。